不知道，现在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发现这事情？我怎么可能没有发现什么事情？哎，你哥，累死了！装怎么跟我滚动瓜？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吧。这么快啊？不是啊，冠冠，我很好奇的，不是说你今天梦到我啊？你要不要快快，你到底梦到我干嘛？不要，有点恶心哎。哎呀，你要不要过来听听？你到不是哪一种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恶心？没有梦到河马就很恶心了，梦到我就觉得你恶心，对不对？哥，我很好奇啊，你每个有个梦到我空打，我们哥底下阿伯哥光那样子抱来抱去，摸来摸去，亲来亲去而已嘛。那还有什么更恶心的？你可不可以秒约，然后下单，然后梦到我？我不是冬瓜哥，我又没有陪睡。没有，你这我没有陪睡，是你才陪睡，你睡觉、欸。啊，到底是怎样啊？啊，给我一下会哥啊！不要啊，我不要跟你讲，我最喜欢看你好奇的样子了。我最喜欢你好奇，我又不想跟你讲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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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哦，被抓个把柄了。对啊，河马很好奇嘞、欸，他只要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就要马上知道的那一种人、欸。没错，对啊，我就是这种人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跟他们讲，对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我今天在想办法梦到河马，然后明天再跟他讲说，哎、欸。河马王梦到你了，他今年就不想看到我了。没有，你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去吃鳗鱼饭，他就会理你的。我跟你们去古希亚，然后我分一片一小片的鳗鱼饭给你们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吃那么廉价的东西，我要吃大阪的鳗鱼饭。廉价，个500块一个廉价哇，你看是有钱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冬瓜哥都已经买了一个椅子了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你不要追我椅子。等一下听我讲，你就是那个有钱的，然后现在500块都看不起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河马要出钱，但要吃好一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谢谢河马。冬瓜哥，人家要听故事。我会的魔法不多，但是整人的特别多。我要用一把剑冒险这个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喂，打到冬瓜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怪怪耶，欢迎来到我们三傻三界第18集喽。哦，欢迎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，你是不是差点说成三生三傻？我差点说成原味生存。哦，嗨哟，哇，这假的，走开啊！你加不加好友？等一下就开黑洞。我就拿罐罐的仙人掌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说要干嘛？今天要去灌罐罐的企鹅窝，然后帮罐罐找一个企鹅老婆，结婚起家就会有个美好的家庭。然后呢，冬瓜去当那个伴娘，我当那个主持人。罐罐，把它剪掉。啊、哦，冬瓜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要去找甲虫了。对了，刚刚什么都没发生啊。你们的那个琥珀法杖要带哦。好，我没有子弹了，我也没子弹了。下面自己拿出来。下面拿，下面自己拿出来。下面给你吃啊、哦！你要赶紧给我剪进去。哦，这谁的鸡蛇兽？滚！要一个鸡蛇兽跟他们。我有，我有电击耶！瓜哥，你也开始雷了呢，好恶心！我一直都很雷。哇，这边还有鸡蛇兽，我来那么大鸡脚叫，你的菠萝面包被我打死哎、欸！啊！啊，甲虫在哪边啊？随便走，我走。好，跟河马走，出发。然后又要迷路了，走吧，跟我走。哎呦，这什么？这是螳螂哦，还是什么？哦，好多螳螂哦。哎，它还有拟态虫伪装粉呢，为什么？看看可不可以对河马放？哎。为什么消失了？为什么瓜哥不见了？哎、欸，我有状态嘞，有嘞有嘞，我有状态嘞。这个啦，我们去吃那个凝态粉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对啊，那个可以伪装10秒。哎呦，找到好东西了，可以偷看河马洗澡了。真的，加油河马，我们靠你了。整个就要靠我挖过去啊！为什么我有这个我不用嘞？为什么河马屁股有一个？哎呦哎呦！哎呦你可以不要直接炸，你可以先讲吗？没一点 QG 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你看这边有个蘑菇林，哪里是蘑菇林？哪里？
一堆蘑菇就叫蘑菇岭啦、啊。哦，这就是蘑菇岭。对，然后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很可爱的怪物。顺便找一下那个甲虫啊，甲虫的话，就是一开始它是从一个吃的状态，然后它你要喂它吃木棒啊，像这个公鸡也可以喂它吃。它喂它吃之后，它长大就会变成甲虫哦。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有电话哎。好，来，没关系。哦，我回来了，冬瓜哥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刚刚去接秒月陪睡？你才去接啦！冠冠很强调，哇，是不是刚刚有去做第二个？我们去找甲虫呗。好，刚刚有离开这个话题。冠冠，好像你哦，这一根，真的假的？河马，我有看到一根很像你的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我会有吗？好好小啊，好巨哦，原来我那么小。啊哈哈，种下来了，怎么有点猥亵的感觉，恶心。哎、啊、对了，怎么刚没有看到甲虫啊，奇怪。就看到一堆蚂蚁。我看到前面有两个很大只哦，罐罐。哪里？哇哟，你要不要去干挑看看，把你个大铁装扣给了。啊，我还要脱大铁装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宝发。你完全不会痛哎、欸。宝发。啊，我也可以让他们飞。哎呦，他把我东西拿掉哎！啊，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捡不回来。哎，我们要找个甲虫在下面了，我看到了。真的吗？我看到很多的蚂蚁耶。我也看到很多蚂蚁耶。你们不要管蚂蚁了，要不要过来个边？对啊，我们先抓蚂蚁好不好？你们不抓，你就跑来抓蚂蚁这个生物，我眨眼。甲虫。哇，这两个有那个，哇，天牛哎，哪个是甲虫？这个高盖的装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有一个叫尾绑的蜜蜂哎，它不是正常的蜜蜂吗？不对不对，有一个红色的蜜蜂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真的嘞，哇，那个一只有绑蜜蜂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交给我了，抓起来，有了，有没有？一抓就中了，有没有？起来了吗？我抓起来了，哇，你好准哦，是不是？这个蜜蜂也让开锅了吧？甲虫。这个甲虫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、哦。哎、欸，它有好多颜色、哦，它两个颜色，三个颜色。哎、啊，你要不要扛个养它看看？我这个要喂它吃补金。吃什么？补金。补金。补金是什么？无金。哦，无金啊！你那个无金要去那个森林的那个生态丛林的那边的地界嘛？我看到你的甲虫了，东华哥。居然在哪里？这里啊，下面有没有？这边，下面这一只。哇，刚好遇到冬瓜，冬瓜哥了。他们有没有看到旁边有那个啊？旁边有那个空灵了、哦，这里面就有那个乌金了。好啊，那我们顺便来拿一点乌金。它长得很特别吗？它长得很像霍尔的移动城堡的乌金。霍尔的移动城堡续集是什么？没有，它还没有续集啊。它下一集叫做霍尔的两栋城堡。好、哦，看到蛆了，看到蛆坑 king 啊！哇，看见你的宠物哦，有哎、欸、可以哦，我们还要找坑呢，坑在哪里？我找到了，哦，你找到了，那、啊、我们现在呢，要把甲虫拿来喂喂看，是不是？我们选一只喂，来喂它，来，哎呦，然后呢？哎呀，小甲虫，真的是蛆、欸！你看看有没有木棒或有个木口之后的喂它，喂蛆，哦，喂蛆啊！哎呦，变肥了，好变态啊！他们是不是有搞脚脏？为什么红这跟绿这跟出来一个白这个？他们在外面有扣扣来哦。我们再给他繁殖一个蛆，赶快出来！我们来赌一下，你觉得它什么颜色？我觉得绿这，因为很绿，跟冬瓜一样，红色。好啦，我就猜蓝色啦，好不好？输的怎么样？输的就打河马一下。干嘛？在打你们啦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什么颜色，谁会赢呢？第一届盲猜大赛，这里，哇，我赢了，果然很绿，跟冬瓜一样。哎，公公，我们两个都输了，都要打他一下，对吗？打他一下，再打一下。那我们要不要再继续繁殖啊？然后看可不可以把所有的甲虫啊都捉几个？好啊。变大吧！哦，又是绿的，绿色，哇，我全家都好绿哦！啊，还有没有无精啊？我只剩三个哎，不够喂呢。我也只剩五个了，那可能我们就找那个蛆哦，然后直接喂木棒，让它变成甲虫吧。好，那这些我们要带回家吗？全部都抓走？对，全部直接用琥珀把蛋盖回去吧。好，你觉得它会什么颜色，瓜哥？绿色。
小红色，现在大家都直接说绿色，我觉得蓝色好不好？蓝色。好好到底是怎样？这边这边还有一个丁肯右孔会爆炸的那个，在哪边？哎、欸，真的，你要微微看吗？哇，他变甲虫，还一定红哎！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看不懂 ？OK， 来，我喂了。那你们要不要赌一下，看人家会怎么赢着？好啊，先想一下，我觉得绿色，绿色，不想，你们都看绿色，可不可？不想猜了啊，不然你知道吗？除了绿色，它会变什么？搞不好会有粉红色哦，来哦！我觉得蛆应该都是绿的啦，啊，红色。你有没有看下面有很多甲虫啊？有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嘞！哇，好多蛆哦，东哥。绿，有个绿色。哇，红的。再来。改运了，改运了。三个颜色了，该不会最后一个是绿的吧？绿的，绿的，绿绿绿绿，红的。然后有一只蚊子想要吸罐罐的血，没礼貌。其实还有个颜色我们没有拿到哎、欸，还有个咖啡色啊。对，咖啡色我们讲。还有那个漂红色。什么色？瓢虫，瓢虫啊！有这种东西？哦，这里好多蛆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瓢虫，瓢虫，瓢虫，哦，啊，要死了！来换我、哦，棕色的，棕色的，哎，绿色都没有，我们运气有那么差吗？都没有瓢虫的，没有，白色，白色，对，哎，这边还有蛆哎，三只，东华哥上，看你运气，瓢虫。来吧，绿的，绿色，要给绿色，灯光这个好绿哦！哇，我要给灯光，天真戴绿帽，我不要喂了，我不要喂了，啊，哇，好多蛆哦，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超多的，超多的，白色，白色，哦，天哪、啊，瓢虫最高一个哪、啊？河马，你真的没记错哈，还是也是做梦梦到的？我刚刚没有记错，我跟你保证。来，哇，我开始怀疑河马啊，河马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刚刚没有记错，安静我。来，没有，哇，哎呦，去有去有去，有去顶啊，有去顶的，哎呀！我们已经拍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到小小没有飘空？那你看要不要回家？我好像有瓜吗？可能回家找一找，应该会有飘空。好吧，各位，我们决定回去了。送戏也太多了吧？超多个，现在努力帮你找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还是不要相信他。他无言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真的有，真是有。啊、真的、欸，你看，我们出去找了一个小时，结果这个颜色的瓢虫，它已经躺在家里很久了。哈哈哈！我就讲过，哎、欸，可能我们家可能会有，因为我之前有看到，可能有抓起来。我们要给观众那一瞬间，这个哇，你突然抓到一个瓢虫，或者是染到一个瓢虫，那个画面多美丽。关关不讲话了。他打眼了，结果找那么久，家里就有。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瓢虫色就是长这样啊？哇哟，他是干嘛要跟我交配啊？哦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哇，瓜哥，罐罐表哥，哥，我赶快结束这一切，离开了。快来不说话了，他觉得傻眼，结果在家里就有了，然后还找那么久，结果我在家里又养了，他又跑出来了。罐罐，你可不可以累了？来，我们今天就是找到了很多甲虫啊，然后很开心的在昆虫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啊。你们两个不要恶心我，走开。那我们应该。不太会养这个甲虫啦，因为大家会吃木头嘛。如果把它养在我的房间，还是养在谁的房间，他可能把我们家吃光哦。你还是好好的待在琥珀里面就好了。那就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发展吧。那我们再见面了，这么多一个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这边内容，不要忘了写个喜欢。那如果想要持续关注我们今天最新发布的影片，那订阅我们三个吧。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臭瓢虫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。
啊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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